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首适合 ABRSM 三级考试程度嘅作品《Elephant》。呢首作品系嚟自法国音乐家圣桑嘅《动物嘉年华》组曲入边嘅《大象》。呢套组曲原本系为室乐团所编写，作曲家以唔同嘅乐器去形容各种动物嘅形态。圣桑本来是想住同朋友私底下分享下呢套作品嘅啫，所以喺佢在世嘅时候，只有《天鹅》一首乐曲系发表过，而剩低嘅13首乐曲系喺佢离开咗呢个世界之后先放上舞台嘅。而呢一首《大象》原本系为钢琴同埋低音大提琴所编写。形容大象笨重的脚步声，而这个钢琴独奏版本旋律亦都是集中了在低音的部分，再配上右手双音和和弦的伴奏，加上不同的连跳音弹奏法，将大象的形态活形活现。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一首作品吧。